理漫步，逢星期一至五6点至8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嗱呢一单新闻咧，呢一节咧，我哋有四单新闻，有啲短啲嘅。咁啊，但系咧都涉及咗督灰，咁大家真系要留意一下身边啲人啦。OK， 即系分分钟咧，你最亲近嘅人咧。就係累鳩死你嘅。咁啊，另外一方面，我首先講呢一單咧，你真係咧，你會覺得咧，即係點樣活下去咧？我哋啊，真係點樣活下去咧？真係每一日都係點講啊？都係心驚膽跳。唔係我哋做節目呢啲喎，呢啲唔係做節目講，我哋做節目都未有事，只不過係吹下水嘅喎。對我嚟講。絕對是吹下水，這已經夠恐怖了。更加恐怖的就是那個裁判官，那個言論，陳廣慈官，又是他，又是這裡有，所以這個世界上呢，有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呢？是有的，愛情是會有的，真的無緣無故喜歡了一個人。有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呢？我覺得都沒有的。雖然有時有些情況，譬如說為什麼民主黨人這麼討厭Donald Trump啊，那左膠，那我覺得無緣無故，真的是，但是他們一定會講到他們的原因的，但是對陳廣慈來說，那真的呢，如果很多市民討厭他呢，喂，都是自己拿來的，話說是什麼呢？有個62歲的退休男人，62歲，在2020年四年前在 Facebook 發布言論，真是認真想想怎樣殺死林鄭，於是乎成班朋友討論 OK、發布這一段片，這一個 post 發布兩年之後，警方獲市民舉報和有相關的截圖，於是乎作出調查和拘捕。他這一個呢 post 呢是 set 了，不是 private， 是 set 了 only fans， 就是那些老友，即係起碼網上老友啦。OK， 即係話街外人地唔係地球鋪嚟嘅，睇唔到啊。兩年後，好啦，警方將佢拘捕之後咧，亦今日亦都喺庭上播放警戒錄影會面片段。被告強調涉案嘅 post 純粹玩吹下水講下嘢啫嘛，嚇、都佢因為不滿林鄭嘅管治，所以說出刻毒嘅説話，事實上無意。去實行的亦都冇實行到，冇任何動作。而家2024，林鄭月娥仲係生勾勾，仲喺買餸，屌佢老母，去睇演唱會，冚家產，睇咩演唱會啊？宇多田光咯，聽 First Love 咯，屌你老母，學人聽宇多田光，你話啦嗱，如果佢走入後台，同阿宇多田光影咗張相，喂咁。人哋譬如同阿有啲經理人同我日本經理人講，喂，屌你香港嘅前特首，屌想同你影張相嚟後台攬下你，係咪先？喂，我諗宇多田光同埋經理人一定俾佢入，都唔識佢啦，一嚟唔識佢啦，就算識唔識佢，喂，咁老實講，可能有一啲機會，喂，撈，我唔想同佢入，但係基本上唔會嘅，我認為。咁宇多田光咪冚家產？嗱呢一把尺咧就擺落邊度咧？擺任何藝人都得嘅喎。啊、你不要想著阿 Sam 一定是含家產，甚至乎劉德華一定是含家產，喂不是啊，填開那你一那裡是另一單、okay? 真的很大鑊。好了，被告潘德樹今年63歲，否認一項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導致身體受嚴重傷害罪，不認罪。好了，控方開案陳詞說，被告在案發時間2020年在個人 Facebook 個帳戶發 post， 真的認真想想怎樣殺死林鄭，那個 post 設定私人，只有朋友可以瀏覽的，那個 post 下面引來43個留言，43個留言裡面有29個是朋友的留言，有14個是被告的留言。有人留言說，喂，你最近練得一身好武功，在你報答下大家的時候，阿樹，因為他叫潘德樹嘛，亦都被告亦都留言話：喂，家陣起碼用槍炮啦，喂，幫手籌旗買一支來福各50飛子彈唔該。咁仍然有人留言話：喂，唔好啊，祝佢千歲千歲，仲要活受罪。咁啊喺呢個千歲千歲活受罪咧，
俾嗰個留言咯。嗱，頸下癱瘓咧就可以制止佢作惡，懟冧佢方便啲。嗱，其實老實講，係出真係吹水嚟嘅啫。呢啲我哋都唔知，屌你老母真係多撚到呢啲 post 見得到。好啦，去到2022年4月，哇，兩年後足足，警方收到市民舉報同埋相關貼文鋪截圖，可能你唔戴眼識人，喺 Facebook 度都冇戴眼識人。又或者現實生活入邊，屌你老母，你以為佢係 friend 啊？其實屌你老母係唔肯妥你，又或者係妥你嘅，不過佢係有啲撚樣。喂，屌你義不容情啊！屌你老母，丁有健啊，屌你 send 你細佬去馬大馬，屌你老母係就地正法啦、啊，正法啦、啊！屌你老母，哇！你寫啲咁嘅嘢，有冇搞撚錯啊？平時你咁撚心忙啊，我都已經唔撚同你傾偈啦！屌你老母係，哇！呢啲人咧，即係一直我哋。即係全世界都好多啊！喂，不過中國啊特別多嘅，係嘛？你唔使睇文革啊，你淨係睇啊金庸寫呢一個《鹿鼎記》啊，嗰個吳英雄啊，喺邊個嗰個吳之榮？吳之榮啊，吳英雄係啊，邊個仔啫？係啊，吳三桂嘅仔啊，吳之榮啊，係咪吳之榮啊？即係講佢一開頭啊，去屌你老母，即係報鳩呢個查家嗰個咩文字獄啊，見到佢嗰啲啊，即係毒灰係嘛？好啦，警方收到嘅截圖咧，佢又真係去調查嗰度好嘢喎，啊！黐線咁。所以好啦，於是乎佢對被告嘅 Facebook 帳戶作出調查，同月嘅27號，即係佢收到截圖同埋篤灰一個禮拜之後咧，偵緝警員到達被告喺南丫島嘅住所度搜索，就攞到3個電子裝置。嗱，呢啲環境咧，我試過啦，一定係所有你屋企有嘅電子裝置，即係電話啊。電腦啊，佢認唔認真啊？咁嗰啲一件事咧，攞走嘅。OK， 偵緝警員5973宣布拘捕同埋口頭警戒走咧，俾佢話：喂，嗰、那個 Facebook account 係我嘅。當其時我唔滿意林鄭處理疫情同埋反修例事件，所以 Facebook 度留言咯。我願意 delete 咗個留言。嗱，其實咧 delete 咗個 post 就夠啦。咪就係、是。係嘛？咁啲人成網上啊講嗰啲咩變態鹹濕嘢唔通度拉？喂，石鏡全入嘅拉。喂，嗱我嗱。所有嘅香港咧大撚惡嘢咧，其實就唔係你執法嚴肅，西瓜佬咧就係屌你兩個把尺唔撚得定，嗯，即係等於咧，喂 VAR 我都屌埋嘅，其實 VAR 係死物嚟噶，我屌你咁啊呢一個咁留得嘅，嗰、那個留唔得嘅 ，VAR 都係人控制啊嘛，所以而家就係呢個啫嘛，啊，你好似嗰日你有冇睇阿仙奴對狼隊啊？朗呢條撚有冇咁差？邊個差啊？哈佛斯條頸嘅，屌你老母！嗱，我唔好話紅唔紅添，嗱，其實隨時可以紅得。嗯，你起碼你個黃牌啦，係嘛？屌你老母！你就拗撚曬頭。咁你喂 VAR 話，如果唔涉及，其實 VAR 可以嘅喎，因為呢個係紅牌嘅，要即係可能紅牌嘅嘢，佢可以吹停。喂，球證你睇睇喎。嗯。屌你咁樣攣落去加力喎。嗯。啊，好啦。佢話願意 delete， 其實我都試過噶。當日李思煙啊定乜嘢啦？嗰、那個差佬俾佢玩我，喂阿俾你哥嗱咁樣啦，屌你老你都屌你幾千人 like 咗啦，又咁多人幾百個 share 啦，都玩咗成個兩個禮拜啦，咪 delete 咗佢，咁大家好做咯。咁我咧其實我啱啱想我話屌你乜撚嘢有咩法例啊？有咩事？我唔知辣屌佢咩嗰啲嘅。咁但係佢話佢既然咁講，我啲好光棍喎，咁得咯。我睇再上去睇一睇，係真係有幾千個 like， 屌你老母啲人又 share 到幾百個成千個 share，我唔知屌殺你先乜撚嘢嗰啲閪嘢咧嚇，兇鳩佢啊都係，跟住我 delete 佢咯，喂唔撚使本噶嘛嗰陣時，冇法律責任噶嘛，嗱大家同大家講，其實我2013、2014年嘅時候，2011、2012出啲 post 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有諗嘅，即係最後中招一件事啫，我喺嗰陣時未有咁嘅環境啊，我都諗啊。因為你唔係聞到陣味啊，你知道呢個世界玩法啊，你要知道而家你對個對手啊嘛，啊我都諗噶，啊好啦，咁呢個咧佢話願意接呢個留言 ，no way， 趙拉，警署嘅警戒錄影入邊咧，被告話發 post 嘅時候咧，出 post 嘅時候咧，因為對林鄭官司不滿，啊修例反修例，疫情爆發，佢不理民意，所以説話比較刻薄，咁陳廣慈法官聽到之後咧，就話喂，咪住。被告話真係認真諗下點樣殺死林鄭喎、啊，控方
佢呢個唔係意圖使林鄭身體嚴重傷害喎、啊，直情係煽惑家人謀殺嘅喎、啊。嗱、嗯，你話佢真係幾撚撲街官喎、啊？好啦、啊。仲問恐慌點解你唔告佢煽惑謀殺啦？淨係告佢煽惑，屌咩受身體嚴重受傷啊！你癲撚到咁撚樣喎、啊？我、好啦，控方就話：被告向警員表示，出呢個 post 控方就話佢哋考慮過留言內容，例如頸限癱瘓等等，認為被控告煽惑傷人係可行嘅做法，因為我同你講。既然都係告啦，或者你覺得都係砌啦，因為啲差人控方仲有人性啊！如果咁樣計，或者佢呢條就易入啲，其實要入都係好易噶啦，都係易噶啦，係屌你老母！你話相對底下，又話嗰啲差人交個波俾律政司，律政司話：喂，告呢條啦，因為有人性啊，當然可能易入啲啦，有人性啊。好啦，庭上播放警戒錄影會面片段，被告同警員講：喂，開下玩笑，吹下水嘅喎，嚇、講啲黑毒嘢。咁警員問佢有冇打算實行你所講嘅內容啊？被告話冇，我何德何能啊？咁警員又問：咁你冇意圖使用暴力，咁有冇意圖使用暴力啊？被告都話冇，成個 post 由頭到尾，你睇啲留言都係講笑啫。嗱，我同大家講呢、這個警員咧。呢兩個問題咧，其實對佢好 helpful 嘅，好幫助噶啦。大家平心靜氣先。咦，你有冇打算實行個 post 嘅內容啊？冇。咁你有冇諗過意圖使用暴力啊？冇。其實俾佢個位講，我就唔知點解仲可以，即係我真係覺得浪費金錢，因為最緊要嘅就係跟住之後呢四年啊，係冇出過任何事啊嘛。點煽惑啊？煽惑到邊個啊？如果係咁嘅，你根本就係一個即係嚴禁。再不是一個即係言論自由的國家，再不要講乜嘢，屌你基本法保障我哋乜乜乜乜，就係嘥氣。啊，好啦，被告又話個 post 在講下笑，等大家開心啲，冇咁多怨氣啊。佢話佢同佢啲朋友都係年紀較大，對於好似比較年輕或者製造炸彈啲人，佢都完全唔識。警方就問佢：咁你同唔同意你個 post 可能會煽動到其他人啊？被告話唔同意。你睇下啲留言，明顯全部都講笑啫嘛。例如有一個 post 話：，喂，你咁型仔，不如埋身鬥下佢，咪仲好。即係意思咧，即係埋身鬥下林鄭啊，即係用美男計。嗱，擺明你成班人喺度吹水，即係等於我哋喺度吹水。啊，好啦，咁啊又話：，喂，不如咁啊，嚇約阿林鄭個老公見面啦。又話：，喂，不如唔係啦。屌你老尾！我哋收埋林鄭身邊啲人啊，又或者入去禮賓府度做廚房佬，即係成班友喺度吹水，係咪？被告重申，佢基本上佢哋係從冇打算將留言入邊嘅內容付諸實行，即係大家私下開玩笑嘅啫。警員就話啦：，喂，留言喎、哦，你話懟冧佢喎。被告就話：，喂，平日生活之中，我個叫人撲街啦，唔通佢真係要去撲街咩？屌你老母啦！即係唔係咯？唔通我真係屌你老母咩？喂，我覺得呢一個哥哥咧，我叫佢哥哥打幾年啫，佢都好 quick mic 喎，係嘛？好啦，咁啊，被告警方問佢：，咁你同唔同意個 post 可能會觸發網民討論如何傷人啊？被告就話：嗱，我嘅 post 咧就唔係認真討論行動嘅，啊，佢話如果我嚇真係要做嘢咧，我就唔喺個 Facebook 講出嚟啦，咁簡單啫嘛，係嘛？佢話至於。人哋會唔會引發到他人呢？喂，香港有言論自由，我淨係講笑啫，我冇諗住會引起即時暴力嘅喎。事實上亦都冇發生過呢啲事。嗱，呢一個咧係阿潘德樹、阿潘生嗰個阿條文，我認為非常強烈。我認為呢個控告係多餘，即係唔好講我冇罪。咁但係咧，睇下點啦。我覺得我哋好難用我哋去評論啦，係嘛？咁樣嘅事情。你呢個冚家產林鄭，即係生啊女人，死啊女鬼，屌你老母，係真係嘅，好撚撲街。所以咧，大家真係唔好上 Facebook 度打飛機。反而我哋啲片咧又長又浸又講粗口，嗰啲人唔肯睇咧，可能我哋就走撚得甩咗咁解嘅。如果你睇翻我哋2020年嗰啲講話，即係唔好講咩啦，立誒《國安法》以後啦，或者23條以後啦，哇，
我咪一日俾人告屌你咪78条先罰嘴。你成日林鄭 interval 喎、啊？屌你老味，唔係啊！林即係講真，你當唔識係林鄭啊？你後生嘅時候你食得落㗎，都食唔落啫。你話食唔落個多高魚啦、啊？好啦，嗱，房協總監潘元芳，我哋唔需要你呢個係咩人啦、啊？佢今日咧即係啲茶會咧同記者傾偈，佢就話咧其實唔知淨係房委會嘅嚇、啊，我哋房協都近年加強打擊。即係濫用公屋措施㗎，亦都推出咗網上舉報系統啊！佢話可以具名或者不具名舉報，哦，唔具名都得，唔具名就撲街啦！即係好多濫用。喂，而家大浪興乜嘢？而家呢期興具名舉報啊！我陳小紅攞埋身份證認翻住，具名舉報，我係大學教授，屌你揸鳩我波，打鳩我個玩含鳩我條鳩，係咁樣啊！喂，大陸都具名啦。好啦，咁佢話咧，一月至六月咧接獲209宗舉報，係舊年全年85宗嘅2.5倍。嗱，其實就唔使你唔好講話你房協唔好不用分得那麼細，根本你咁嘅公營房屋咧，其實有啲人咧自己住緊房協啲屋或者住緊房委會啲屋都未識分到佢哋咩，公屋咯乜嘢，喂，咪就督灰咯，可能係啊，房委會嗰度。即係都影響埋你房協啦，係嘛？好啦，佢話咧，而家社會整體意識都要打擊濫用公屋嘅。佢話所以咧，相關舉報真係五花八門嘅。咁點解我講段新聞咧？嗱，呢個又係涉及毒灰。佢一對拍拖男女分手，女方咧就向房協舉報前男友隱藏資產，懷疑濫用公屋，仲咧附上啲 breakdown 啊，即係嗰啲詳細緻嗰啲。證明另外一個租户咧就話隔離屋個鄰居經常飲貴價紅酒，懷疑對方擁有資產超過規定上限。房協接獲舉報，隨即調查，而是兩個個案仍然調查之中。我真係覺得好撚奇怪。我哋成日問發生呢個案，因為而家進入呢個司法程序，警方嘅調查之中，我哋又唔方便透露個詳情。OK。咁啊，大家留意，我哋喺適時咧就會作出公佈嘅，係多謝大家。咁行緊都可以噶嘛？屌你老母，你嘅仲喺度調查緊，你又講嗱，我唔好講，你講啲先啦。你話幾撚麻煩，溝條女，我當佢講真先啦。屌你分手咪分手咯，呢條女會唔會太撚閪啊？但又你又唔知喎，可能呢條仔又真係好撚閪喎。屌溝佢翻去，屌你阿媽執撚完佢一劑啦，又打又鬧，你不再話啦。屌你咁你真係阿鳩我啦！屌你乜撚嘢阿鳩你啊！而家屌你有冇閪？喂，你18歲啊？22歲啊？你成三張嘢啦，細路女咧，男歡女愛幾撚唔閒啊？我而家玩撚完玩撚正，屌你玩撚厭啦！喂，好嚟好去啦 ，Jacqueline 嚇，即係點啊？即係叫你走啦，點？屌你老母！唉，唔撚同你講啦，快撚啲啦！咦？阿爹時揾我，仲咁撚串喎，佢一定係要令到條女咧好撚興啊，真係好撚賤啊！佢即係已經冇即係冇你負啦，做唔到任何嘢啦，先會諗到如果唔係正常人咧，最多你老婆咪話俾老婆聽咯之類啦。好撚少佢咁樣篤灰嘅，咁但係咧你都要小心咯。即係話你點解會咧？佢話：咦，你其實阿強啊，你一個月幾錢人工到啊？唔係我唔係白即係咩啦？你知我哋想有將來噶嘛？要有計劃噶嘛？好小心啊！依家係啊，話你問人工其實真要好小心噶。跌咗低可能條女又唔係講嗰啲，廣東又篤你灰。喂，我如果而家我有新嘅應付方法啦。最近你知唔知而家咧喺北美洲咧喺 States 啊？你要咁講啊？咁樣問人工咧係好冇禮貌噶，每個人都係自己私人嘅喎。你咁樣應付佢咯。放手嚇，佢話30,000+啦，又當然呢個可能係咁問，第二個可能話，其實算係咁噶啦 ，Jacqueline 嚇，雖然喂我都係打份工，不過房協呢度1,000-2,000租啊，好在嗰陣時我死鬼老豆有申請啦，咁而家個户主就我啦，咁就算我哋喺埋一齊啊，喂，起碼有個瓦遮頭啦，咁都舒服啦，嗱，你揾20,000+。我其實嗱，喺度仲要俾埋全接去睇喎。嗱，我有成8兜幾嘢㗎。嗱，俾個糧單，一個月4皮幾嘢。如果開埋 O 啲成5皮嘢，
係 OK 噶。咁啊，我哋執百嚟有間屋咁好撚舒服啊。喂，亦都唔其喺度扮嘢嘅喎。屌你老尾！但係你最後你始願終棄啊嘛。因為如果唔係咧，除非女仔好撚閪咯。如果唔係真係好撚少嘅。邊個講？因為始終大家即係、就是、一場即係、就是、入幕之賓，何必要搞到咁樣咧？啊，只你話飲貴價紅酒真係好難講。佢因為你不具名啊嘛，我好撚憎呢條撚樣，屌你老母臭閪！佢攞咗紅酒翻嚟，原喺我啤度買39蚊嘅啫。嗱、我亦都睇唔你睇怎睇，你又唔知貴唔貴噶。如果你識得分貴與平嘅，咁你都有啲料啦。而且講真，飲貴嘅紅酒貴到點先？86蚊支啊？320啊？定係54000啊？係嘛？真係好難講。可能另外舊式公屋咧，呢、這個九月話要封曬啲走廊氣窗。總言之咧，嗱，1987年之前落成嘅公屋單位咧，2019年9月啊，配合消防條例啊，1987年或之前落成嘅公屋單位，必須將單位走廊位置嘅氣窗封死，就引起咧有啲住户嘅不滿，就認為咧，喂，阻影響咗個單位空氣流通，冇裝冷氣嘅長者咧就影響最大。OK， 消防專家就話有關嘅措施有必要性，咁我諗我哋唔使講噶啦。走廊氣窗，大家知係一件咩事啦？啊，咁我咧就冇住過公屋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個走廊氣窗真係好撚過癮嘅喎。長者好中意啊！啊，唔係佢事實上係流通啊嘛，空氣。係啊，梗係爭好遠啊！第二，如果你瞓上隔牀咧，有啲係挨嗰度咧，甚至乎咧可以反向車窗，譬如你細路仔啊，夾下出邊啊。咁話説我老友生我鬼咯，我話以我老友阿生我哥咧，佢以前咧有條女就喺呢個新田圍村。啊！風圍樓171篤室嘅 ，OK。咁啊，生果哥呢個女朋友咧，佢本身就係瞓佢哋間房嘅上隔牀。OK。咁啊，生果哥咁當然都係瞓埋上隔牀啦，係啦咁嘅時候，於是乎咧，喂，有陣時咧打開個咩啊，或者阿生果哥未做入幕之賓之時咧，去到佢屋企喺條走廊度咧，開佢開起窗嚟傾，即係遞啲嘢俾佢。出邊都開到啦。唔係，第二啲嘢俾佢，佢計開俾喺入邊開啦。OK， 因為通常喺出邊咧會加個網嘅。OK， 好啦，嗱，消防專家就話，如果封我呢個窗咧，假若有單位火燭，OK， 佢咧就會賺多半個鐘頭，因為啲煙唔能夠喺個窗度出嚟啊。OK， 就有多半個鐘頭俾隔離鄰舍樓上樓下去走。如果你個單位發著火，而呢個氣窗你冇封到，佢啲煙走出嚟咧，就可能會影響到隔離屋樓上樓下。佢係咁嘅意思。話講到你一講到呢啲咧，話安全喎、哦，一定係咩啦？嗱，你問我咧，我反對，因為咧嗱的而且確係冇人會想有呢咁不幸事件發生，但係其實真係唔多咯。但係你咁樣封嗰隻窗咧，其實影響係好大喎，又農民傷財，又撞唔到鬼喎。係啊，睇鬼又睇鬼㗎，啲人睇鬼喺度㗎，係啊，好多鬼故就咁樣發生㗎。係咯，話咩咧？我阿媽，我阿嫲今日死咗，屌係去投七，屌你老母閪，我就瞓上架牀，就聽又睇唔到乜嘢，好朦朧，但係聽見啲聲咧，由個氣窗嗰度傳嚟啊，有啲電鏈聲啊，同埋好似牛頭馬面咁樣樣啊，就係呢啲咯。OK， 咁我覺得咧。其實唔人性化嘅，因為你有氣窗，當年嘅設計就係希望咧通風咯，爭好遠噶嘛。OK， 你尤其是公屋好多時冇兩，未必有兩邊側窗啊，你唔係單邊，咁咪咁樣前後窗咯。咁另外平安卡，咁呢啲冇乜特別好講啦。嗱，有一間叫 Greater Bay HS Technology Consultant Limited， 佢經營呢個職安學堂嘅。即係話咩咧？從事唔同行業嘅工人都要考取呢個平安卡嘅嚇嘅強制基本安全訓練課程嘅，即係你做實 Q， 你要攞個保安牌。可能有啲公司都要求你有埋呢一啲咁樣嘅基本安全訓練課程嘅所謂平安卡。做地盤更加要啦。嗱，平安卡亦都分好多隻嘅入邊。好啦。咁而家有人投訴話呢間 Greater Bay HS Technology 可能收得啲密特 ，OK？ 喂，屌你！佢哋考試期間呢、這個職安學堂啊，違反呢個開辦平安卡課程嘅批核條件喎、啊，咁點解啊？喺考試期間佢容許學員之間討論答案，之後咧再向涉事嘅學員發呢個平安卡嘅證明書。嗱、啊，其實咧
即係我俾你咧有幸咧蘋果卡我冇攞過，咁我咧有幸咧去 attend 過一啲咩駕駛改進課程啦，咩 secure 課程啦，係嘛？咁啊，其實我屢次都覺得咧，啲阿 Sir 會好，譬如佢講到話，哇呢題話，哇好大聲，等你知道一陣會出嘅，去提你。佢係無論如何，佢係希望你，因為點解咧？你要 pass。如果你唔 pass 嘅，你出去唱鳩佢，影響咗佢哋揾食噶嘛？嗱，啲機構但好大部分咧，其實都係啲左派機構嚟嘅，土共機構。好啦，咁啊，我認為就相當行禮如儀嘅呢啲咁樣嘅學所謂嘅職安訓練啊 ，security。好啦，近年咧，即係呢單嘢之前啦，咁其實咧，我啊覺得唔知係咪人投訴定點樣咧，係認真咗嘅。啊！於是乎要另外一啲方法嚟引導，去引導你哋、教導你哋。但係有啲人咧就真係好大鑊，真係我真係唔識講。咁我有幸咧，我去過呢啲咧，每一次咧，譬如話一個鐘頭嘅考試咧，我都係十分鐘就完嘅，我永遠都 perfect 嘅，因為我真係咧比人哋聰明同埋記性好嘛，短短時間接收，我認為我啦。咁但係喂，如果我十分鐘做得完嘅嗰段嘢，正常人應該三十分鐘夠吧？有啲人一個鐘頭都做唔到嘅喎，咁於是乎你唔 pass 咪好撚大鑊，我係屌鳩力俾人屌，啊唔係話要俾人屌，喂人哋俾錢㗎，大佬客嚟㗎嘛，喂於是乎咧好多時咧就真係好兒戲，我諗大家知道係咩情況。咁而家咧喂作弊喎，咁撚大鑊喎，老公主話屌你老母咁撚串作弊，好停鳩佢哋三個月。個講師又停三個月，嗱記住未夠撚咩喎？而家停咧，就因為佢嗰堂就係工廠及工廠經營條例下建築工程工人嘅平安卡課程嘅喎。至於呢一間咩 Great Bay EHS 呢間嘢咧，其他嘅平安卡課程佢係可以繼續做嘅。嗯，咁我諗咧，你哋自己執生啦。其實今時今日咧，咁多篤灰友咧，你要認認真真㗎啦，其實。咁但係個效率就真係好大鑊，因為有啲人咧點解佢要競連呢啲嘅競爭啊？屌你咁撚多，即係啲咁嘅所謂持牌嘅學堂學院話扣三分啊，咩俾翻幾分啊嗰啲，去大家都會口耳相傳啊嘛。喂，好撚容易啊，呢間容易啲噶。屌，喂，你係難嘅，人哋唔撚幫襯你咪大撚鑊。即係俾我哋扣分，屌你咁嘅駕駛改進課程，屌你老母！喂，佢話哇好撚難，好撚認真嘅當嘢，真係屌你要考啊！哇，咁我唔撚去咪大撚鑊。好啦，難搞嘅，休息陣。